他们应该早已破阵，却为何迟迟没有出现？难道出了什么意外？随我去阵中将清晨带出。 阵已破，希望长老可以让我带走清晨。你不愧是我巫族的圣巫女，但既然你已经不是圣巫女，九转灵石便不再由你守护。 你们走吧。从今往后，巫族不再有清晨其人，我们也不会再插手任何皇家之事。 师兄，你看他们情深意笃的样子，像极了当年的你和我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不希望我们当年的遗憾在他们身上重演。备下10年的阳寿，再加上与巫族抗争的决心，便值得清晨托付终身了。 刀山火海阵，双星诅咒定能破除。